这是南校区的一套一室一厅的，超赞。进门之后，然后前面是客厅，这右边是厨房。我喜欢这个吧台。壁炉。这个是朝街的，光线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是客厅，超级大。光线非常棒。其实我觉得这套比较适合 couple 住。这个是卫生间。再看一下这个窗。下面这片就是 BU 的南校区，对面是个教堂，华人教堂，还是很喜欢这个吧台，可以整体感觉很不错，就是房价有点贵，毕竟是校区的。